我有另外一件事要问你。刚才茂茂说，他那个心目中理想的伴侣人选是指我吗？他应该是在说组长吧？是吗？从刚才茂茂对他的反应看来，那个人绝对不会是道远。但你跟他那么熟，就这样讲。 你在隐瞒什么？这种事你应该问茂茂本人吧。这种事就算不用问本人，也推敲得出来。茂茂会约我来这个 party， 道远最近看到我的尴尬，和你现在支支吾吾的样子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那就怪了。 那天在停车场，你叫我千万不要帮道远的忙，因为会越帮越忙，记得吗？那是因为，就是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茂茂真的是你的好姐妹，就应该要让我知道。而且如果我真的被拿来当挡箭牌，就更有权利要知道。 徐一凡，好啦，猫猫跟组长说他喜欢你，你们三个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又要怕组长介意，又要隐瞒你，又要安抚猫猫的心情，我每天跟拔河一样，我真的快爆炸了啦！奇怪，这种谎话你们也信？我跟猫猫根本不熟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？喜欢一个人跟见几次面又没有关系。 这是他说的啦，他觉得喜欢一个人跟见过几次面是无关的，我也没有办法理解这种想法。怎么办？我好像跟你说太多了，我等下怎么面对茂茂啊？没怎么办呢，就跟平常一样，把幸运四叶草交给他，然后跟他说生日快乐。 找到了，嗯，名誉、财富、健康、爱情，这是四叶幸运草的含义吗？嗯，你是不是也想要一个？没关系啦，猫猫还在等我们，我们先回去好了。我再找一下吧。走啦。 去那么久啊？不知道谁提的烂。Come on，哎，蓝天白云呢，温柔的空气，听听音乐，喝喝小酒嘛。哎，哎呀！干嘛啦？不要问，不要问。哎哎哎！你干嘛？走开！我不是故意的啦。我知道啊，你想弄一下。 哎，我陪你去，我陪你去。走开呀！哎，不要生气啊！等等，我也要去。爸爸，不好意思。 我的出现，你好像没有很高兴。不会啊，大家都来了，齐峰也来了，我很开心。你就真的这么喜欢他？相处之后，更喜欢。
我知道了。我的优点就是知所进退，我会试试看，不要造成你们的困扰了。去厕所了，你没有找到吗？找到了，真的是四叶的，送给你。可是你要小心哦，它很脆弱，叶子很容易断掉。谢谢。不会。是希望可以拥有一件美丽动人的衣服，让我穿起来可以很有自信，受到大家欢迎，帮我成为一个超级小。世界上哪有这种东西？除了国王的新衣。喂，那第二个愿望是，因为当业务要讲很多话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拥有一个安静但是不无聊的活动。这个愿望有意思哦，最好是还能跟喜欢的人一起。嗯，最好是能和喜欢的人一起。第三个愿望，希望有人能理解，难过时的我需要怎样的陪伴。赶紧蜡烛吧。哎，胜利不免输，来拍一下照吧。啊，好啊，用我的手机。欸，可是我们有七个人，这样拍下去吗？这好像有超广角吧，试试看啊。好。嗯，我的手比较短，你帮我们拍。好，来拍照拍照，来这样。好，准备喽。啊，哦，奇怪了，东西不见了吗？什么东西不见啊？是大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啊。我不是放在你包包里了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个生日蛋呢。哎，啊，那很重要，不见了吗？那很重要，大家找一下。有没有？王妹，你怎么收东西的啦？不是啦。哎呀，算了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不是那么重要，找不到就算了。哎，可是那是组长要亲手做的。没关系啦，不过就生日礼物而已嘛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对，玉奇峰。未来是什么形状？我念出了模样，闪亮的梦想。
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对。齐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一直没离开，在这边等你回来。因为如果你回来了，就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。你还喜欢道远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你只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心，所以选择撒谎，然后跟道远说你喜欢的人是我。但你还要回来找这颗生日蛋，就是你还喜欢他最好的证明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不接受道远的理由到底是什么，但你的行为已经造成我的困扰，而且我跟道远的友谊也不应该成为你谎言的牺牲品。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。对不起。我不应该拿你当挡箭牌。我只是想要找一个他应该知道而且条件又好的人，想要让他知难而退。但我没有想到你们两个是朋友。我更没有想到他的付出，我真的动摇了。已经六年了，我改变，成熟了。我以为 我不再需要他的温暖和他的关心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的出现我居然还是很在意。但这是不理智，是错的。我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小朋友的恋情了，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我有安全感而且不会随便离开我的人，不是任道远。但就因为你做不到，所以才会出现在这，不是吗？你的感情观，我无意批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你跟道远说清楚。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，都请明确的让他知道。大家早啊！是薰衣草哎。茯苓棒。哦。你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是，没办法购买点数吗？是，我们会再把你的问题向上回报。谢谢，再见。怎么大家都不见了？大家都吃饭。哦，你不用吃吗？小姐，我今天中午执勤。那我也要去吃中饭了，要不要帮你买回来？哦，不用不用，他们帮我买了。好。
哎，菜鸟分刚发现人不见喽！哈哈，爽！没跟他说我们在哪吧？让他一个人吃饭了，活该。组长晚饭不在，没人照。万年的幸运草，请赐给我神奇力量。说靠副理才进公司的没？不意外，因为很会讲嘛。交涉过菜鸟一个，一号靠山是组长，二号靠山是副理。副理才进公司的没？一号靠山是组长，二号靠山是副理。他一个人吃饭，不意外。组长晚饭不在，因为很会讲。一号靠山是组长，二号靠山是副理。没跟他说我们在哪吧？一号靠山是组长，二号靠山是副理。神奇力量。就是说靠副理才进公司的没？一号靠山是组长，二号靠山是副理。很会讲。最后再提醒您，您每个月的保费是5000块钱，然后这份保单呢属于特定伤病照护险形态。特定伤病？嗯，就是指这个范围内的伤害和疾病。那我如果也没有受伤，也没有生病呢？哦，那我们会依照合约的内容，将您所有缴过的理赔金，在您99岁大寿的时候当成祝寿金给您，或者是等到您身故之后当成理赔金。你真的是非常专业，跟我推荐你那个小青年讲的果然没错。啊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是有其他客户介绍？哦，不是不是，之前有一个年轻人在我们家楼下发传单，然后跟我特别推荐，说你的服务非常专业，拜托我一定要找你来谈一谈。那天又下很大雨，我看他这么努力，刚好我自己又有保险需要，所以就赶快来找你了。真的？谢谢您。那个，你解释得非常清楚，那我想我现在可以签吗？啊，没问题。谢谢您，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我。好，好，好，会的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现在的我和道远已经不适合，也不可能了。我应该要跟他分清楚，让他知道我的立场，所以我不能说实话。可是，我喜欢的人是你们公司开发部的副理玉启峰。你是真的喜欢启峰吗？好吧，生日快乐。嗨，我这样伤害他对吗？
思哎，这么突然的约你出来。不会啊，我今天刚好晚班，白天本来就没什么事。我怎么了？什么都可以跟我说的。我想说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生日那天让你不好受。哦，没事啊，我本来就答应要知所进退了，所以不重要。那我们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跟齐峰的友谊吗？如果你和齐峰能够有好的结果，我也会很高兴的。齐峰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，我很放心。退出也很甘心。你找我来，只是要跟我说这件事吗？嗯，不是，还有别的事情。我其实想要谢谢你，这个给你。钱。帮我发传单，让我增加了不少新客户，这是你应该分到的另一半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为了帮我通过试用期，你去拜托齐峰，还帮我发传单，因为这样受了伤。你的付出我还不起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平分。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的话，就不需要这个样子。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本来就是应该的啊。你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朋友该做的了。我是真的很谢谢你，但是我不想欠你。如果你真的要帮我的话，就收下吧，让我不会那么愧疚。我知道了，但能不能让我请你吃顿饭？我们只是朋友，你不用担心。小心哦，不要碰到三角锥哦。您好。第二个，弯不要弯太大，不然很容易转不过去。你看现在。打到底，打到底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有点危险。好，过去了。等下记得不要弯太大。好。好，最后一个。也不要踩油门，要小心小心。好，不要踩油门，慢慢滑过去。Yes。很好，那等一下你开个几趟，自己练习一下。自己练习？你不陪我？嗯，我觉得今天跟之前比起来状况还不错啊，自己练习一下比较好。哎。不好意思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有收到幸运草吗？嗯，有啊。所以喜欢吗？嗯。可是我觉得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送我这些东西了。为什么？不喜欢呢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应该还是维持在副理和下属的关系，这样会比较自在。你还好吧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
没有啊。我想说也快要考试啦，你要多把握时间自己练习。考试？嗯，我帮你报名喽。不过考试那天我应该不能在你旁边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熟练。下次我们去录假。哇，这样也太快了吧！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还不行吧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们现在这个进度呢，刚刚好，不会太快，你可以做得到的。但我觉得我还需要多一点时间。嗯，傅里，你看哦，如果今天我们一个车上的案子拖太久，客户就很有可能会改变心意。一样的道理啊，如果我们学太久，就很有可能会开不好。你不要担心，你那么精明又那么能干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我去买饮料。一份。真的走掉。所以现在怎么办？OK， 还要扣掉劳健保，那我再扣掉手机费，还有之后会回家的，每天不就只能花？算了，牺牲点，跟同事打好交道比较重要。帮我刷一下吗？好好好，谢谢，等一下一起来吃哦。Hello， 我请大家吃炸鸡还有披萨哦。我们去茶水间吃。哎，志宇，这里有披萨哦。你订的？对啊，我上次说好请大家吃嘛。你们自己来哦，我再下去拿。交个朋友怎么这么难啊？未来是什么形状？我捏出了模样，想要的梦想。交个朋友怎么这么难啊？一分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今天叫披萨？没有啦。想说今天发薪水，想给大家惊喜的，没想到大家都不吃。你要吃吗？好。吃炸鸡。好。哇。多吃一点。
操！你干嘛见鬼啊？我才见鬼嘞！现在几点啊？你不用上班啊？我特休了。特休？你这工作鬼？我这名牌货，你这不对劲啊！就算特休，你应该也在办公室啊。啊？不对，今天气场不好，有一种失恋的味道。失恋是什么味道？神经病，失眠了。过两天要入假，压力有点大。这压力有什么好大的？我跟你说，驾驭不了的事情，大不了就把它放着。我也想把它放久一点啊，但我驾训班教练不可。你说一分啊？哼，我就说嘛，失恋了哈，你跟一分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了，他突然很想赶快结束课程的感觉。怎么会嘞？你仔细想想，你最近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？没有啊，就送了他一株幸运草。哦，他一定是发现你。我怎么可能？他没那么敏感吧？一定是啦。他一定嗅到哪里不对劲。我跟你讲，女孩子的第六感很准，很恐怖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学学我嘛。你看茂茂生日那一天我做了什么？我秦王先擒贼啊，我故意靠近好美，我冷落米香，结果呢，现在米香香更在我。你看我从豪美那边打听到，哎呀，打听到这一个，哇塞，真有你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从好姐妹下手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我再帮你跟米香打听啊，我进去换衣服。等一下，干嘛？我跟你去，我自己。去问问她的好姐妹。不对劲。嗨 ，Rice， 是你叫的车？你怎么会有电话号码？还有，谁叫你叫车的？我告诉，是我。我想要请你帮我的忙。玉喜峰。哦，动了老半天。本来一分跟我借车是为了叫你学开车啊。是啊，不错
后嘛。上次坐我车的时候你还超紧张的，现在看你挺自在的。这都要感谢一分，他真的帮我很多。当然，这也要谢谢你。是该谢谢我了。这台迪伦号可是我的宝贝，是我姑丈留给我的。迪伦号，巴布迪伦对不对？我知道他。叫迪伦等一下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。谢谢。请问，一分他有在你面前提起过我吗？这很重要吗？我哥想知道一分对他的看法。不要插嘴了。我其实想问的是，一分对我的看法。未来是什么形状？我捏出了模样，想要的梦想。他有在你面前提起过我吗？这很重要吗？我哥想知道一分对他的看法。不要插嘴了。我其实想问的是，一分对我的看法。What'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crush and mine？ 我想想哦。有，一帆有说过他很崇拜你，觉得你能力很好。哦，是吗？那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说你都骑脚踏车上下班，给一百死。我记错了啦，是浩美说的。那，你对我们家一分有什么看法？就像我看你一样啊，没有什么看法，因为你什么都好。不要插嘴啦。想追一分哦？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关于一分的事吧。当然可以啊。一分就是个好人，善良、热情、神经粗。他没有什么不喜欢的事，接纳度很高。不过对樟脑产品严重过敏。樟脑。然后超爱猫。猫。他根本就是个猫奴啊！我们都很喜欢猫，但是他更夸张，他的包包、雨伞全部都是猫，而且他还养了一只幻想中的宠物猫，叫做 Fabio。哦，两个都很好，也都很 cute， 怎么选？相比，就是你，去吧。女孩子不外乎就三点，投其所好、欲擒故纵，或直接一点，单刀直入。明香，你觉得你喜欢哪一种？我都喜欢，只要不是你，我都可以。
所以你觉得一芬她可能会喜欢哪一种？单刀直入，但是动作要明显一点，不然她感受不到的。哦，好，那我没什么问题了。今天谢谢你哦，你在前面帮我放下来就可以了。OK。拜拜。你跟谁拜啊？我要去的地方还没有到啊，而且巴布提伦事情还没讨论呢。啊？嗯哼。哦，I know， 对我楼下，我的楼下嘛。哎，等一下。怎样？车钱还没付。等等，等等，再一个，等等。来，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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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宾下班，下班，来。第二个愿望不是说想要一个安静又有趣的活动，最好是和最爱的人在一起。我记得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呼吸困难。一分，徐分，旺旺，我不喜欢玉琪吗？我是骗你的，可以吗？痛哭完，天还没亮，夜还很长，别怕难堪，我把灯调暗，就尽情的释放。想不通的就先别想，别急着马上就要答案，今晚全世界都不能对你怎样，我做你的靠山。别客气，需要多少都给你，永远无限量空气，让我陪你一起哭泣，一起叹息，难过前两个月。